親愛主，我們多謝你，喺呢千萬裏嘅獨生子死喺十架上三日之後復活，為嘅係用佢嘅寶血洗淨我哋嘅罪。我哋今日可以靠住你嘅愛，默默承受呢份救恩。主啊，求你祝福保守我哋每一個從遇見你、相信你嘅生命嗰個主嗰一刻開始，我哋可以持守住你嘅道，得著真正嘅自由同埋快樂。我哋感恩你。主耶穌基督的救，相信在座很多人，我們每一位都會聽過有人說，我們有錢，我們用錢可以買到一間大屋，可以買到豪宅，但是我們未必可以買到一個家。但是我們的天父告訴我們，他一早已經為我們預備了一個榮耀的家。我望到哥哥，他告訴大家，天父告訴我們預備了家。Thank you.
耶稣曾经在圣经里面讲：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就等我哋呢班小朋友继续嘅，大家一齐唱另外一首歌，我们不比飞鸟贵重。小